还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吗？洛子兰，陈峰，你果然变心了，竟然对玉儿如此忠心。我当是谁胆大包天，原来是你个陈峰啊。通天峰的潘太上，我今天就为全村人报仇。快唤上纪灵将，将这二人诛杀在此，跟我回家一起闯出去。陈峰，那我便信你一回，明天魔眼。